在有请编号是李桂涛出场。编号是李桂涛，李桂涛。大家好，我是李桂涛啊，王丽人会友。今天由我来评评的。没有病，麦的声音比较小一点。没有病就等于健康是你的主题，其实你讲出了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主题，就是健康。而且你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一个很好的总结，就是你自己的健康由你自己来决定。我先讲一下你比较好的地方。其实你整场一上场之后呢，你给人一个非常自信，而且是你的声音非常好，声音非常洪亮。但有一个小小的瑕疵，整场的声音没有贯穿于整场，这个以后可能需要慢慢的断。但我也知道今天的原因是整场的会员人数太多，不管是演讲人还是我们的评论员，其实都是比较有一些紧张。但是如何克服紧张的情绪，就是在我们以后不断的演讲过程当中要进行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还有一项比较让我欣赏的，就是当你进入开场的时候是非常快速的融入一个演讲的状态。这个呢给大家一个你非常有自信的站在台上跟大家演讲。有几项比较一些小小的建议。你整场的站姿，这个我要提一下。作为整场讲演者，站姿走路来回走动其实不是一个随意的走动，当你的每一个走动的方向和位置的时候是需要跟你的主讲的内容相符合。因为今天你主讲的内容是健康，可能不见得要走动来表现你的和大家的互动，可能真正的站在台上简单的手势和需求就可以来达到大家的帮助。最后呢，我就是想跟你讲一下，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讲员，只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改变站姿和演讲的熟练度，今后必将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讲员和真正的讲演团队讲员。谢谢大家。